媒体朋友啊，桃园的这场大火夺去了六位消防弟兄的年轻生命，除了哀痛不舍，我们更要向这几位因公殉难的弟兄致上最高的敬意。没有当过英雄的奋不顾身，我们就不会有安心安全的生活。但是就在这些英雄为我们的安全的努力的同时，我们真的要痛心思痛，严肃地看待我们的消防员正面临人力不足、设备老旧的困境。因为我们长久以来的轻忽，让消防人员在装备不足、训练不够跟勤务繁重的多重困境下，独自面对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职场的风险。生命无价，消防弟兄的生命更是人民安全最重要的资产。给打火兄弟最全面检讨升级消防人员的装备，并且改善他们的勤务环境。这些工作我也要请所有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全力的协助，给予我们的打火英雄最大的支持。